小姐，嗯，你可不知道，那大周热是榜啊，都爆了。他那前六任啊，死的都特别惨。那第一任呢，被悬在城墙上，悬尸三日；第二任暴毙，被扔在了乱葬岗；第三、第四、第五任，都被生吃了。还有那第六任，第六任啊，被刮花了脸。 还被剁碎了胃口。炸丸子，吃不吃？那烧鸡呢？嗯？这是最后的晚餐吗？是啊，有毒的，你吃不吃？ 魏尚志，我吃就吃了，死就死了，拉着你也不亏。反正你破拾荒野也没人收尸，不像我，我准备了自己的。魏尚志，你。 你信了我？哼，是啊，好吃吗？嗯，那便轮到为夫了。等等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跟你讲啊，人肉是酸的，我不好吃的。 像你这样娇滴滴的小姑娘，要新鲜的才好吃。我一口一个。魏尚志。 我月事来了，咋不好吃？是吗？来月事还能沐浴啊？刚来的。